板给我弄的。含留农药的这个蔬菜瓜果到底是哪些呢？您看我们这个榜单哈，现在都是画着问号的，我们接下来就给您一一的揭晓。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西红柿为什么容易含有农残呢？因为不能正常授粉，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同样都是西红柿，却出现了不同的形状，有些生出突出的条尖，有些却有棱有角。那么究竟它们都有什么区别呢？这些西红柿它的芯儿应该都是空的，这个是空的，这个说明用了植物激素了。你看这个是没有籽的，你看见了吗？这个没有籽的是怎么回事？这边这个是肯定是打了生长调节剂，导致它里边没有籽。但是正常的西红柿我们切开后却是内部不仅饱满而且多汁，一般像有棱角或者畸形的西红柿都是由于自身营养不良又添加了催熟剂，从而导致果实内部的胶质物较少而形成的空心。而还有一种西红柿切开后虽然里面空心较少，但是颜色却不正常。这种农药的名字叫乙烯利，就是催熟剂，它在打在表面之后外边是红的，里边是绿的，因为这个农药不可能完全渗到里边去，所以里边还是绿的，外边是。白菜的生长周期再加上特殊的构造，使得白菜含有农残较多，而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白菜有外皮包裹，里面的农残会少。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选取了一种普通白菜和圆白菜进行检测，实验结果表明，白菜外层农残量为14.2%，圆白菜外层农残量为26.1%，而内部残量是多少呢？经过检测，白菜内层为13%，圆白菜内层为26.3%。结果表明，白菜内部的农残量不仅不比外层低，而且圆白菜内层农残还比外层高，这是为什么呢？菜花，看起来娇嫩的菜花为什么容易农药残留呢？这个菜花不是比较嫩的这个蔬菜吗？在运输过程当中容易碰坏，所以菜农在采摘之后下来，它就包上一层纸或者一层那个网状的那种膜，这样就导致它的这个农药就无法挥发，所以都在存留在这个菜花当中，凹凸不平，难清洗，所以这都是它农药残留多的原因。一般我们黄瓜采摘下来之后，一天之后这花就会蔫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还是很新鲜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个一部分就像我小手指头这么粗的长出来一块，是不是？这个足以说明它就打了雌激素。而这个黄瓜呢，虽然它不新鲜，但是它是没有打雌性激素的，它这根是很小的，所以这个两个黄瓜的这个区别，一个是没有打雌性激素，而另一个是打了雌性激素的。究竟排在第一位的毒中之毒是哪种蔬菜呢？空心菜，为什么看起来最为普通的空心菜却暗藏剧毒呢？空心菜由于特殊的生长特性，人们往往在相对短的周期内就进行采摘，上部的枝叶部分采摘频率快，而根部却保留在土壤里，使农药还未来得及挥发便进入市场。